开始了啊！开始。现在我已经在腾，不是什么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我已经在新浪的，还好没人啊。现在我已经在新浪微博的大楼，就要去扫楼了。帮你换一下，换到拍你。可以，我先拿。现在我们去干嘛？现在有准备了几个小任务。OK。然后想考验一下，因为你也是演了那个烈火英雄嘛，然后也想让你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消防的小知识，然后包括也让准备让你体验一下我们小编日常的工作。好的。每天是怎么工作的？发微博的。好的。前面就是我们电影组。好，我现在要去新浪电影组，新浪微博电影组。哇，好多人呢。好，我帮你拿着喷吧。好，我帮你转啊。